都是有一个计划的钱可以用，所以而且规定我们当一个教授的话可以做那个 business class，哦，对对对，对，那么也不见得太累，就是。是是，坐着也舒服嘛，当然坐着也舒服。Business class 就是非常好的，非常你也不一定靠什么，就是光是靠你的一个 mileage，对对对你对，那个就是那个，你做到一年的就可以换，有很多 credit 做，对，换换换，对对对对对都可以对，用。那我多少年以前那个时候，那个是航空的比较的黄金时代。那几年我也是飞来飞去啊，飞来飞去，就有的时候就是 upgrade，就是 upgrade，不必要买什么特别贵的，可是就可以 upgrade 到那个呀。后来退休以后，什么经济舱啊，什么都做的还照样了，大丈夫能吃能屈能伸啊。这个后来就是，后来没就出国，甚至于我太太的这个机票我也不用钱，对对对对，变成你的我自己 mileage 的嘛，那些 mileage 可以了。，那个多少年以前那个 mileage 的 program 非常好了，现在是越来比较差一点了，现在，有些美国航空公司是那个服务是越来越差了，而且空中小姐都是老太婆了。所以说，有人我这个几个亲戚说你那个时候跑的太多了，现在你不能够做。我说今天台北都很困难，说你已经跑过了，不用再跑。哈哈哈！也是跑了很多了，真的是很多。